哎呀，这把排位不知道能不能赢啊！打排位都是一种赌啊，赌队友。上路或者辅助。白里手也被禁，嗯，放出了蔡文姬，嗯，这下也没有人选个射手啥的呀，不会，不要选李白，我不会。那我用鱼吧，挑战选出来，让队友有的选了，你会放你就玩呗。来了个孙膑，现在感觉有点怕孙膑。他们输出好高啊，橘右京又一个韩信。我的专招是专门克那个谁的，对吧，那个钟无艳会石化人，虽然说现在只石化一次，但也很疼很麻烦。最后一个人他在选射手，真希望他选鲁班。哎，我的专招又忘记换装备。等级都很高，应该来说，我这个猴哥还有美猴王的皮肤啊，老猴子啊，不老猴鸡，不老司机的猴子啊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防不防？防不防也？就问你一句，防不防？上吧，不要吝惜，只有这种强压之下才能把他们给压制住，对吧，他们是韩信肯定也会还的，百分百会还，不知道下就交给他自己了啊！双方互换蓝 buff 区，别打我！哎呀，这把排位不知道能不能赢啊！打排位都是一种赌啊，赌队友。上路或者辅助。白里手也被禁，放出了蔡文姬，
这些也没有人选个射手啥的呀，不会，不要选李白，我不会。那我用鱼吧，条件选出来让队友有的选。你会放你就玩呗。还是那个孙膑，现在感觉有点怕孙膑。哇，他们输出好高啊，只有金又一个弹性。我这专招是专门克那个谁的，对吧？那个钟无艳会石化人，虽然说现在只石化一次，但也很疼很麻烦。最后一个人他在选射手，真希望他选鲁班。哎，我的专招又忘记换装备。等级都很高，应该来说，我这个猴哥还有美猴王的皮肤啊。老猴子啊，不，老猴鸡，不，老司机的猴子啊。放你来打王者荣耀，防不防？防不防你？就问你一句，防不防？上吧，不要吝惜，只有这种强压之下，才能把他们给压制住，对吧？他们是韩信，肯定也会还的，百分百会还，不知道。剩下的就交给他自己了啊！双方互换蓝 buff 区。别打我！开局就被人打得这么，被人压着的打这么惨。只能拖后期了。这猴哥怎么那么笨呀？都是为抢个蓝。
猴子。猴子点烂呀、啊。我去，完全被砍过来呀、啊！哎，不动了。保护射手，我操，对面的怎么这么强势啊，干不上去，我去，6000多的经济。这猴哥是不是不太会我玩还是怎么，都是太浪荡了。这个主宰不要打我呀，猴哥呀，这个时候不去打主宰你们在打什么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，主宰抢来就有希望。这猴哥都不看土的吗？李白哥，你就在中路回城呀、啊！
我操，小韩寒又在偷家。要小心韩信啊，这韩信打不过人就开始玩偷家了。哎，别跑了，香香，快回来呀！操，没了，白打了。我能打都打了，他又跑上路去了。我先补点血再来。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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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悲剧的悲剧咯。不出个盾，什么盾？决定胜负的时刻就是谁能拿下那个主宰。下路怎么办？
我们高丽塔生是两个，人家高丽塔一个没生。嗯，趁现在没战争，先去补点血。满血的状态下，我才能更烂蛋呢。秒了这个咪咪咪咪咪，大哥要死了。就是要把干将也给搞死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一波怎么打得这么辛苦？主宰打下来怎么还不能赢？法师老往前面冲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就剩一个看将了。不是吧？还没拿下来啊！这李白怎么那么激动，冲到那里面去，冲到泉水里面去？也是服了李白。可能是刚才干将这里面没血，他要开个大招，他没开成功，死了。
个老子这局再不赢下来怎么行？给我上呀！快打塔，快打塔！哎，好辛苦啊！妈的，这一局打下来，累死了。还好我能顶，我这么肉，我出的全是肉。你呀，还拿个 MVP。羡慕羡慕。